大家分享一个小趣事。刚刚那个林光部在表演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彩排在看的时候，一开始那个招远在那边弹钢弹那个键盘，我说哇，好像在打报告，这样很认真，很沉浸在自己的音乐里。对，好，那有人没有听过蓝色双脸的歌吗？那有人是第一次来看蓝色双脸表演吗？哇，谢谢。然后呢，其实我们 live 或是听过我们的歌，就是我们为人诟病的地方，就是我们的歌都比较慢啦，对。然后刚刚那个逃跑之处，哦，刚刚前两首歌是灵光河跟逃跑之处，然后这两首歌都有收录在我们这次 EP 阳光普照的小岛里面。那刚刚两首歌算是比较轻快的。然后呢，我们为了洗刷我们是文青乐团的形象，我们这次准备了一个 ，Oh my god，我们准备了一个惊喜歌曲送给大家。那大家。那大家就是来听听看，等我一下啊。好，站起来。好，那大家会唱的就一起唱，会跳就一起跳。这首歌大家一定会，来吧。发文都要附上照片才能吸引网友，但有网友没有善待。